请通过。干嘛？纱布呢？这。哦。怎么了？我刚不小心把脚碰着了。有没有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没事。我看一下。撩完就想跑，不合适吧？没有，我只是感谢你这么照顾我。这样感谢我会不会有点危险啊？希望感谢我之后可以对我负责一点。等，我自己付啊，谢谢。